最新通知，国务院将4月4日定为抗疫英雄哀悼日，停止一切娱乐活动，悼念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英雄们。设小家姑大家，你们是我们的守护神，向抗疫一线志愿者致敬。这次疫情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真正看清楚了一些人的真面目，在灾难面前才能彻底清楚透明的看清一个人的格局，一个人的渺小，一个人的伟大，一个人的可耻。愿抗疫英雄们一切都好，感谢你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刻，你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，疫情奔赴前线。正因为有了无数的你们，我们才有希望战胜疫情。我们素昧平生，没有颁奖礼可以为你们加冕，但你们永远是我们眼里的英雄，是我们追求的明星。取消一切娱乐活动，向所有最美逆行者致敬，互相转告通知，四月四日十时，我们一起为英雄默哀三分钟。英雄一路走好，有多少群转多少群，让良心的中国人能够记住他们，记住这一天。雨区群，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雨区群，再点击搜一搜雨区群，关注后免费进群，每天看视频。